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各位华人同学，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悬空哀星之妙用，空中妙游，可以起悬妙智，无中生有，会障智佛性，障智佛性，无中生有，障自己的佛性，空中妙游，起悬妙智。这空中起玄妙智，无中生有，一件事情跟各位提醒一下，我们的法门绝对没有说，哇，你不能去庙，孩子不能去庙去拜拜，这是妖言惑众。我们的法门从来没有讲过这一句话，也没有传这个法。我都建议大家要往佛寺到庙去拜拜，去受纳这个佛的时光。绝对没有说你不能去庙哦，要占你的八字不能去庙哦，不要乱讲哦。以后如果有听到说哪一个弟子呢，上面又打个禅机山，台湾禅机山仙佛寺易经大学总导师混莲禅师低传弟子张某某，或者是陈某某、王某某讲这话的话，我会三更半夜去抄你哦。那没有这个道理。凡是小孩子比较难养的，一定要建立他去庙去接灵会灵啊，不要像我们一位糊里糊涂的弟子去别的地方去学一学啊，就告诉他这个孩子不能庙，我们老师讲了。老师是哪一位啊？你学那么多老师，你要讲清楚说明白啊，你不要说我们的老师，你还走到我这里来学这个道，你已经绕了十几圈了，老师那么多，对不对？所以不要这样。反正有人建立一定要去佛寺教堂道堂受纳这个佛光神的灵光来普照，这样才对啊。再来呢，也不要说哇，你这个孩子你不能结婚哦，你结婚就离婚，这个话不能讲，乱来哦。在这个外面到处学了江湖术士的妖言惑众，我们的弟子绝对不能这样啊。他结婚即使他的命卦里面他的婚姻会比较不圆满，告诉他修心修身修心养性，不能把这些人的缺点避日属同，没有路可走，爬不出来，绝对不可以这样。即使他的命中他非常非常的拍命啊，叫他修行嘛，他的业障嘛，他的业力啊，后面啊没喊拍命到底呢，是这样啊。所以一切都是靠自己啊，我们要给人家路，给人家希望，给人生命。现在外面很多的这个坊间都是用这样的胡说八道扰乱整个社会人的人心，那就无中生有，叫做无中生有，障智佛性。好，无中生有，障智佛性。那么空中妙有起玄妙智，空中妙游
辉煌辉辉华，一辉华是辉华，啊，人不可能永远永远是这样，而是啊，当你碰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要退后一步，啊，我们冷静下来，今天没有办法解决，明天呢，明天没办法后天，后天没有办法大后天，那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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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我们可以找到智慧。那么改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用易经卜卦，卜个易经，就像十月份啊，在一个媒体的风暴呢，嘿，风风雨雨的啊，台风来，十月风来了，嘿嘿，我顺着个机会，我把它哎卜个卦，就是这个卦呢，就是引起共鸣。好了，引起共鸣，我让社会引起共鸣，嘿，这个也不错啊，引起共鸣，针对社会问题来解决社会问题，那才是真正修道人嘛，那才是空中妙游啦，不是无中生有。所以各位，你们回去咯，好，凡是有什么烦恼，像刚才啊，中午我们有一些师姐啊，确实都很慈悲，师父你太辛苦了。哦，我们不然到24号到月底就结束了，好，我们的祭祖了，我们就回去了，省得师父啊再那么辛苦。哎呦，反正头发都碎了呀，头发已经洗下去了，你不理也不行啊。好，要理就理个干净嘛，理一半也不行啊，也不能只有理前面呢、啊，理前面我们又不是清朝，哦、要理就理干净，哦，不然就那个，是不是？哎呦，你们真的很慈悲。啊，你们这占个卦好不好？哎，坎为水，哎，坎为水，水中捞月呢？你们是来，水中捞月是什么？空中妙游圆满的法，哎，好吧？坎卦是空中妙游嘛？好啊，空中妙游，好、啊，坎卦嘛，好、啊，动这一爻，这爻是白虎，好、啊，辰辰是官鬼。好，化四，好，化四火是七彩，好，是硬。我看你们不挂这个，把它排错的样子，这个画出去画错了。好，兄子水是兄弟爻，现在好，这个、子月嘛，对不对？子月损旺得很呐、啊，旺得很。你们学无妨嘛，啊，的外四应之外，四应之外的白虎，好，那个官鬼。你不要出去就好了嘛，这段你在这里好好学吧，对吧？水中捞月嘛，水中捞月。好，月是什么？好，你华还没完全，还没完全求到嘛，那么你把这个班圆满了嘛。好，就水地比，水地比是什么意思？相亲相扶。你以佛在，以这个佛啊，以老祖在做欢喜的嘛，嘎多一啊！啊，你回去也是回去，啊，那如果你们回去没有关系，啊，那我就比较轻松，啊，但是我会想念，啊、为什么想念呢？一些很多的闭关要领都没有教，啊，都没有讲，还没讲完呢，我心里很难，啊，反正你们。这六号才是结业，四个月相约是四个月嘛，对不对？是不是到六号才能回家？啊、哦，到24号才多了15天嘛，是不是？等在台湾再游览10几天，那你就不是把水中捞月，把这月能带回家了吗？好、哦，就不然呢？好、哦，水中捞月，李白你就白白跑一趟。李白是李白。好，李白和李白的白白的，啊，这个水地比，哎，人和这个水呀、啊、和地，啊，整个相亲相扶嘛，啊，所以你们放心好了啦。还有我们师姐呢，哎，好了就卜个卦，啊，再怎么样，哪走贵面，哇，你急着要回家，哪走贵面的，啊，背着羊儿要回家，是不是？背着娃娃要回家，急着要回家嘛，那种闺蜜，
啊，你好了，你要回家好了，你背着，但是我送你们的书，你们都用寄的，又没有用背的。我在吃饭的时候，你们是要背着所有的书，像玄奘大师哈，这个背着哈，后面背着书回家，啊，你们用寄的啊，又没有用背的，这哪一种闺蜜很好玩呢？哈哈，啊，你们再考虑看看，啊，这两天你们开会，啊，你们再开会看看，和主任、副主任、和导师开会看看，啊，再留下来，我非常的欢迎，有始有终。不然你们说以后要再回来精进，好，回来精进，我们会再找时间嘛。好，孔子啊，他非常谦卑嘛，人家请他说隔夜的请帖都不敢接嘛，是吧？啊，孔子公啊，隔夜的请帖不敢接啊，哈，那就是说世事无常嘛，能够学的赶快把它学好，好不好？我们现在要讲新开望门，运盖了。不可能每运都在盖房子，不可能。好，那我们什么时候盖了，你就要看未来啊，纳新气。比喻我们在七运盖的壬三丙相，好，那么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好，这个七四。七四七运，好，是正旺运旺相。但是呢，七运的时候，现在已经转到八运来了。好，八运的时候已经失运了，壬三丙相已经失运了。那怎么办？啊，那就是你这里有禄，你有禄，你这个八运，你就从这里开门。门开在八运，好，从这里走进来。把就封起来，封起来。这里有路的话，你有路呢，就从这边过来，从这边出来。要有路才可以哦。八运你换开门开这边，又走二十年的运，懂吧？啊，那然后呢？啊，那如果这里也有路，好，那你就在八运呢。你就改这改九运呢过了，接九运的时候，接九运，一进入九运，你就开第三次的门，第一次的门，第二次的门，第一次开这边，第二次就开这边。啊，过来再来呢，到一运的时候，你就开到这边来。这一运，是这一运，啊，二运就入中，二运就入球了，入球了。啊，一入球呢，好，那么你就开始衰运来。那时候入球你怎么办？阿弥陀佛呀！所以你们要查查你们的这个老房子啦，什么时候盖的？然后依照这个方式来改门，来改。若是旁边都人家的房子，你没有露出去。总不能说叫隔壁你的墙我打一个洞，叫我过去啊？哦，总不是像我们一位师兄，他很真糊涂，哦，他的家前面出去右边人家盖过那个大哥大香肠煮的铁塔，啊，结果家里很不平安，啊，去告诉禅机山国姓禅机山新佛寺混莲禅师叫你那个打掉。那废话，哦，就啊，隔壁那个很不服气，打电话来，你们凭什么要叫我打掉？我们长老接了是谁讲的？某某人讲的啊，要去破产，差点破掉哎，好，砍柴连那个垫子一起砍掉，你看，哦，没有啦，我乱讲的，好，他们就黑了都我们那个师兄的老婆。哎呀，小平哦，你怎么乱讲，对不对？啊，那就不行啊，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嘛，好，他那个就这样啊。这里盖一个香肠组，
这有四楼高，它是二楼而已。好，那么你在这里就白虎嘛，好，白虎昂头啊，啊，白虎昂头的兵妻主奴妻主换小人换官司一大堆，我叫他你把这个门改过来吗？改玄关啊，改玄关过来，像这样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对不对？我不看你总可以啊，嘿嘿，很好玩的。好，他刚才叫隔壁，叫隔壁拆掉，说仙佛是张老师说的，又告要修，还好嘞，啊，人家打电话来问，那我直接来这里兴师问罪，那也不是伤感情吗？是不是？好了，那就改个门嘛，山不转路转啦、啊，反正你向出去的，虎方白虎昂头，你就改玄关就对了，改玄关。直接这条，而且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哦，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哎，老祖宗的真实意，好得很呢。好啦，若是你们这个店面的。店面呢你试运了七盖了，到了试运的时候你可以改门，好，可以改门。好，若是现在是壬三丙相，好，壬三丙相在七运盖的，好，七运好，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好，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哎，七运盖的是七运好得很，到八运来了，你们要开这里，后面隔壁人家房子里面的处理，大家往这边挤哦，啊，哦，我怎么办？脚印隔壁人断了啦，你怎么办？那么只有方法，改门，啊，改门看看而已。好，你改到改新门，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好，你改变成八运了啦，变成八运，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好，三入中，三、四，你改子三五相，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就八百。那么你变成改子三五相，原来这样。啊，子三五下这个门怎么改呢？你改过来怎么改呢？你可以这里稍微推一点，不是这样，门稍微斜一点，改子三五向。好，原来是这样来，改好这边就推后一点，啊，这个门改过来。那么子三五向现在八运。八印就旺相，房子最重要要旺相，你一旦旺相了，家里气就冬暖夏凉，改个门很简单。好啊，若是呢你们改门改华，你这边要退后一点，你怎么退华？好，你这个比这样来原本你改偏这样来，啊，那这个呢，你不能改这样哦，这样就不对了，你把它改平的，改这样来，稍微改这样，稍微斜一点，斜一点有明堂，你这样来
也很好看呢。你怎么改这样？艺术嘛，我在研究艺术，看哪个比较好看。你说风水，你说迷信，事实上，说迷信的人最需要风水。哦，看那么多，曾经有一位先生，老师啊，你都那么迷信的讲风水，我告诉你，比我迷信。又说我是迷信，你更需要说，你更需要风水。哪里有需要风水？我才不信呢。嘿，你如果不信的话，你为什么迷那钱顺顺，连呐、啊、花青？我说你家里前面一定不是撞墙，就撞到人家杆子或者路冲。老师都没有了，我前面陷一个洞。哦，最近好像什么都不顺。哦，所以看房子可以从面相看出他住家问题耶。啊，面相这里轻轻的正冲有正冲，这边轻轻的这边出气有煞气，这边轻轻啊黑黑轻轻的这边有煞气的。啊，这个下巴呢调剂二十节的蒙吹流，也不是漏水管，就是那什么，马路从那那漏漏水管呢，啊，乱七八糟的东西耶。所以面呢，人重面子嘛，房子也重面子啊，屋相屋相啊，屋相和面相是同一个相啊，同一个公司啊。他说是啊，老师，我就这样啊，我要问你啊，哎，你就不相信风水了，不要受相，不要受风水把你束缚了。他说不要。不要损我了，不要求我了啦，好，不要求啊，不是我拜托你的求，求是怎么写？啊，哦，求了，哈哈哈，啊，所以做最说你相信不迷信风水的，你就最相信风水，最需要风水，啊。所以这个改这个呢，如果你过来啊，你这里来呢哈，啊，你这门改在这里，好，你这边可以斜这样来，你也可以斜这样，也可以这么一进来，你先把这个线画好，在地上线画好，然后再来装潢，哈，装潢怎么做比较漂亮？你不能这样做哦。你这样做就不好看哦，你试看看哦，这样好不好看？这样好看吗？不好看。你哎，退一点，都退一点，小小退了一尺多、两尺都没关系。你退一点呢，啊，那么你这个就很漂亮了。所以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啊，人不转，智慧要转。那若是各位你了解到这个法则的时候，我告诉各位，三年九运传下去给你的孩子，你先把它画好，好，在二十年后我们改这样，三十年后改这样，那四十年后再，五十年后改这样，这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阿弥陀佛。